谢谢田牧师，也谢谢王牧师星期五请我们吃饭讲他的故事。我们都是坦白讲了，都是年轻就奉献。讲起来跟王牧师也是同期的出来，在新加坡，我跟太太是香港来，但是是25年前了，所以我们在牧会已经超过21年，而且现在交棒了给年轻的牧者了，我们就有更高的呼召，就是说要建立不只是新加坡的家庭，跟还有就是中国的家庭，因为神很看重家庭的，因为主影响我的就是我年轻奉献的时候主已经说的了，将来我要走这个方向，因为当大卫哦。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做王的时候，他想到：哎，我在王宫，神在外面呢，好像帐篷这样，哪里过意得去？先知啊，要不要我跟上帝做一个圣殿？啊，这样先知说回来说，上帝说不用了，你的好意心领了。我从来都不需要住在圣殿的，哦，你不要把我关在那个圣殿里面，我要住在你的家，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就是建立家庭，然后呢，你还要有虔诚的后代。我不要你为我建造圣殿，我要你好好的建立你的家，我要住在你的家，然后呢，你好好的建造你的孩子，然后让所罗门你的孩子为我建造圣殿。 Amen。其实主啊喜欢住在我们家多过这个建筑物，千万不要以为教会是这个建筑物，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我们， Amen。 然后主更看重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是虔诚的下一代，所以看到田牧师哇那么年轻出来奉献，是不是很安慰啊？但愿哇更多这种30岁以前就要出来了，是吗？不要卖命给世界了，卖智慧就好了，我们命一条给主。哇，如果你的孩子还有爱主的心的祷告，求主呼召他成为下一代的神家里面的领导。 Amen。 多为你的孩子祷告，真的，我从小我的孩子从小了，我都会跟凤林牧师我太太在这里，今天他真的凤林牧师跟我一起来在这里服侍了，教会已经超过21年了，现在我们一起在出爱家庭服务中心也服务新加坡，我们现在是牧养城市，所以100.3有我们的讲台，如果你看听 video 100.3呢，每天1到54:50跟7:50我们都会讲家庭啦，教养孩童啦，婚姻了，同时每个礼拜二的12:30有1个小时，我们100.3的 Rings TV， 就是用 app 的是100.3的 app， 然后呢，直接的可以了，你上 Rings Live 就可以了，跟我们连线可以，哇，直接的问问题，好像。建立一条村一样，来建立美好的婚姻生活，还有就是教养下一代，成为新加坡的祝福，然后鼓励年轻的人生孩子救国家，不然的话我们会亡国的，你知道吗？有统计研究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你的生产率结婚的生产率少过1.3迟早会亡国的，过几代就亡国的了，所以现在是要祝福孩子生孩子救国家，但是先要结婚先，所以我经常鼓励那些年轻的，成家立业先成家后立业， Amen。
因为立业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成家也过了那个人生阶段就很难的了，要大减价的了。所以呢，先成家后立业。而且呢，现在老实说了，夫妻一起立业的啦，也不是说你要赚到有房子是可以才可以娶老婆的啦，我们一起赚。最重要你爱我就可以了，你把我心中放在第一位就可以了，我们彼此可以一起来闯天下的，所以主真的会祝福我们下一代的，因为主的命定是祝福父母之子女直到千代，从千代开始， Amen。 因为神看父母子女是生命相连的，连在一起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神之子，就是一条命这样下来的，不是说上面，天上有个天母，跟天父结合生了个儿子，不是，是一条命，神之子，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人间，就是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神成为人，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在人间叫我们能够有解救。耶稣就是解救，跟我说，耶稣是解救，耶稣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如果神在，就有解救了。所以今天，朋友们，无论你带着什么问题来，哎呀，工作很困难了，哇，可能会裁员了，很怕将来啊，不怕，有解救，你今天来到就有解救。钱不够用啊，怎么办啊？恩典够用，有解救。Amen。 哇，情感很空啊，哇，这里病那里病啊，哇，慢性疾病啊，好怕啊，有解救。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今天在这里要祝福你，还有10 minutes 的弟兄姐妹，你会有更大的祝福的，你看到更大的恩膏。因为我知道你看荧幕，但是那个恩膏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等下我祝福你的时候，你要接受，用信心接受，存这个渴慕。因为主跟我讲，很难得你第一次来，所以呢要带多一点祝福过去，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三一神的祝福，三一神的祝福，大家都很熟的，可能你不断的每次崇拜完了都会领受牧师这个祝福是吗？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可以用这个祝福来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的家人的，甚至可以祝福自己的，真的是这样的，我曾经你做人有时候有一些身体上的体验的，我曾经真的是一超过50岁，哇，真的哇，荷尔蒙低啦，哇，这样自然呢会影响你有点忧郁啦，哇，就哇好像很没有力啦，工作哇面对那么大的压力，我怕了，这样不知不觉的看自己了，看了看了就怕了，怕起来了越怕就越多问题了，哇，三更半夜哇满身大汗，好像女人更年期这样的嘞，哇惨了这次，哇这样哇越想了越看自己了就怕了，后来不看自己，不看环境。也不看医生的报告，看什么？看神的话语，就是神的祝福。所以我圣灵就说了，陈汉熙，你每次崇拜完了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就反正你现在3点起来满身大汗换了衣服，为什么你不祝福自己？所以我就陈汉斯牧师现在祝福陈汉斯，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陈汉斯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常与陈汉斯同在， Amen。 圣灵说你会突然好起来的，你会突然好起来的，你会突然好起来，哇，突然就好起来了，敬拜得更高，跳得更高， Amen。 压力越大跳得越高。所以这个是三一神的祝福，很重要的。但是当然，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呢？是啦，每个礼拜都听了没有感觉，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内容。所以等下呢，
我给你经历到这三，这个三一神的祝福的内容，这个基督的恩惠，哇！如果你真知道，你会融掉。这个天父的大爱，如果你真知道，你什么都不怕。圣灵的同在，如果你知道圣灵是神的现在与你同在，你哪里怕裁员？你是跟天国打工啊，啊？你在哪里那个老板受祝福啊？啊？如果他裁你啊，是他吃亏啊。你去到哪里啊？都好像约瑟这样，有神的同在啊，哪里都受祝福啊 ，Amen。所以祝福祝福祝福你呀，祝福祝福祝福你，愿主耶稣的恩惠，让父上帝的慈爱，愿神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祝福祝福祝福你呀，祝福祝福祝福你，祝福祝福祝福你呀，祝福祝福祝福你，愿主耶稣的恩惠，让父上帝的慈爱，让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祝福祝福祝福你呀，祝福祝福祝福你。我祷告的时候，主跟我讲这个三重祝福了，最大的祝福是第三点，在这个时代，就是圣灵的同在。当然，三点我都会给你明白，有基督的恩惠是身同感受的恩惠，是恩典，钱不够用，恩典够用，因为耶稣也贫穷过。情感空不够用，恩典够用，耶稣也孤单过。治病前我好像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恩典够用，因为主曾经在人间，知道什么叫麻风病，什么叫癌症，主的恩典够用。哇，很怕很怕很怕死啊！天父的慈爱够用，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很怕孩子学坏啊，很怕他们会没有前途啊，天父的大爱会拥抱你的孩子，命定他的前途，只是一个过程。天父给他有爱里面的自由，但是只要你放手放心而不放弃，最后你会跟天父一起在村口拥抱他，因为主的爱叫你爱你没有惧怕。请你知道，你的孩子也是天父的孩子，天父爱他们超过你爱他们。 Amen。 不要说天父了，政府都爱你的孩子超过你爱你的孩子，我爱你的孩子的超过啊！我多么看重他们呢，会亡国的，没有他们。爱你没有惧怕，跟我说，爱你没有惧怕。而更重要的，耶稣离开之前，升天之前，
他知道我们在地上虽然是有信心可以祷告，但是还是祷告是哇有一点距离，可能在情景里面软弱孤单的时候，没有了亲情，没有了友情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信心。所以他说我要求父，父就会差圣灵来，圣灵好像保惠师这样常与你们同在。这个经文太重要了，我看我们要读一次啊，一起来读这个哈。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哇，你看圣灵就是神的现在，跟我说圣灵就是神的现在，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有无限量的在教会当中，他也是运行在整个历史宇宙里面。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约面黑暗，而他就是那一位真言说神的灵在水面上约面黑暗当中，哇，创造，重新创造，而且是用智慧的创造。所以圣灵创造整个天地，跟天父跟道一起创造，跟神的话一起创造的时候是跳舞的创造的，很自由的。所以呢，我们在地上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有智慧的灵，你不需要卖命的，你的命是给主的，你的命是享受成果的，你只需要的是有圣灵的智慧。 Amen。 耶稣说的圣灵保惠师会来常与你同在，住在你里面，而且呢，在情景里面你会想得起我的话。哇，你想想，第一个保惠师是耶稣，具体的看得到的门徒，但是耶稣说我升天了，我会坐在神的宝座上面为你祷告，但是我求天父差圣灵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神的现在会在你里面，而且在你周围，而且教会还可以因着人信入耶稣里面领受圣灵的重生，超然的。那亲爱的弟兄朋友家人，如果当中你还是观察很久了，今天你试试看，等下我呼召的时候你接受，我让耶稣的血再一次涂抹你的历史，叫你里面清洁的时候领受圣灵的重生，看你是不是整个命运 转变。王牧师吃饭的时候跟我也是讲这个见证啊，田牧师我看着他长大的，你问了凤林牧师，凤林牧师那个时候看到他说，哦，你唱诗很好嘞，你领敬拜很好，但愿有一天你能够在台上面领敬拜。所以今天林牧师看到他领敬拜，哇，特别感动，我也感动，我也有没有 T恤 啊？看到神的作为啊 ，Amen。看着他怎么从中国来，看着他怎么成长，结果有今天是圣灵的重生。刚才在我来的 Benny 啊，他说哇，他们两夫妇 Benny 跟魏芳，他刚见证18年前 Benny 是赌鬼来的，真的是鬼来的，在他老婆眼中，他的孩子眼中啊，整天不在家的，但是又不想到来的，一来就是借钱的了，我是派带耳窿来啊。哇，我问 Benny 啊，凤玲问你怎么过的，Benny 自己回答的，眼泪十年。但是后来 Benny 说，就是他跑到尽头的时候，加上不只是
输掉了房子，输掉了生意，而且健康也输掉了。到尽头的时候，他的妹妹带他来 Lighthouse， 哎，很出名的 Lighthouse， 你坐在这里不知道鱼呢，通常不知道水是什么的，我们在那边听到很出名的啊。我18年前已经听到的了， Lighthouse 有病一病，没病保命，我差一点都想来了嘛。你不知道你们很出名的。所以他就是这样，18年前来，在绝望当中到尽头了，唯一的希望了，什么都要啊，什么都要，什么都要，我要，我要。结果他说，我2个礼拜之内就戒掉了个赌博。哈利路亚！立刻啊，他说当天呢，立刻那个病就医好，立刻医好。跟着来更奇妙，神的智慧的灵给他生意赚回来。18年后，现在他的孩子帮他管生意，而且照着那个 Mercedes 来载我。哇！哈利路亚！鼓掌给主，都是主的恩典。Amen。好多这些故事的啦，讲不完的啦。只是给你鼓励，今天无论你是家庭问题，你说尽头了，你说哎呀破产了，你说我已经空到一个地步上死了，有解救，求告耶稣名就必得解救。 Amen。 经历过的跟我一起说，求告耶稣名就必得解救。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血会洁净你，更重要，你会领受圣灵的重生。当你有圣灵的重生，会，你的生活还是会反反复复，因为还在挣扎，因为你也有肉体的啊。所以他也是2个礼拜才戒掉，他说第一个礼拜还是会赌一点，第二个礼拜就完全没有了。这个是肉体跟圣灵的挣扎，但是无论怎么样，你有的选择，以前是没有的选择的。以前是人在江湖，现在人在圣灵里，活出真自己。Amen。 哈利路亚。真的，如果没有圣灵，坦白讲我也没有今天。我13岁没有妈妈，22岁没有爸爸，还有后面5个，所以也是哆来咪发嗦，而且还要照顾经济，但是也是赌博。他刚才说，Benny 说，也赌，什么都赌，还赌马。其实我们香港人，我香港过来的，我还比他多一样，不只是马，我们还有澳门的狗。赌到真的没有睡觉的，早上哇做建筑地盘，那个时候19岁，18、19岁的时候赚到，但是就是赌，哇没有精神，要喝酒，还要五加皮，然后哇周围的环境讲的都是王室的笑话，啊，其实真的很想，哎，好好娶个老婆重新做人的。我那个时候觉得，哇，如果有个女人爱我，我会发愤图强，重新做人。打开眼睛看那个地盘，有女人的，但是一个手可以拿起整包英里的，梦幻破灭，又在喝酒。但是那个绝望跟害怕，我才20岁就是这样嘛，死定了，瘦到不得了。我有一次在八楼，我家住八楼，想跳下去，死了算了。但是里面有个声音，如果跳下去不死不残，不怕死而怕痛啊。最后也是一样，我跟 Benny 一样，也是在绝望当中跟妹妹去教会，因为我们一家6个兄弟姐妹，每一个难到不得了的。为什么他去了教会之后可以念大学哦？哇，这个是神迹来的，在我家等于中状元的了，在我家。哇，所以我觉得
难道耶稣给我可以从头来？我结果去了教会，什么听什么天堂地狱不关我事，我最重要是第一，真的我有没有能力可以重新做人？罪我怎么都知道了，我自己都这辈子值了，已经好多年了，还有很多是好色的东西啦，也很多了，复杂了，但是我接受了，我接受了。哇，那一晚洗礼班的时候，那个老姐妹，我还记得大概六十岁了，你要信了耶稣啊，你就有圣灵在你里面的了，圣灵会给你果子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哇，我什么都要，我结果回到家真的是完全被充满，哇，温柔到不得了，哇哇，喜乐到小便都打冷震的，那么喜乐的，真的。平安了，哇，不用讲了，以前晚上不睡觉的，哇，现在我九点我把圣经摆在床上面，哇，睡觉啊。然后我也小学毕业就出来做工，也不懂很多字了，但是反正圣经里面好像吃鱼一样了，有肉就吃了，骨头就吐了，反正拿到一个字就要了。我记得我的英文名字叫西安，因为我是陈汉西。哇，圣经里面说西安山，神的话语从西安山而出，哦，我是了，是我来的，是我来的，我是世安啊。然后哇，耶稣出来传道，年纪约有30岁啊，我现在21了，哇，这样我要桥上出来传道了。但是当时候要念神学的，哇，我转工了，念夜少了，哇，准备了啊。结果我27岁的时候就奉献了，哇，冲去神学院，每个人都说啊，你不照顾弟弟妹妹，冲去啊，这样啊。我说耶稣出来传道30岁，我生了26，进去差不多出来也是30岁的了，啊，不管了。然后我在神学院就是啊，主啊，你说跟随你的，今生会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来世永生我要了，今生百倍给我的家人吧。我就在神学院祝福祝福，然后我的妹妹，哇，基于这样看来，人越撇下父母兄弟姐妹，必得永生，而且今生得百倍，哇，哭到半死。那个不是那个念大学那个妹妹，念小学那个，因为6年哆来咪发嗦，哇，就是祝福祝福。结果我告诉你，7年脱离贫穷，14年每一个富足起来，哈利路亚。鼓掌给主，这个主的恩典来的。既然我结婚之后，坦白讲，我也不懂得怎么建立家庭，因为我空白的，13岁出来做工，没有家庭观念，神的家我有，我知道怎么做，我跟领袖他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哦，他们呼召，我每次都举手的，因为我觉得哇，牧师那么卖力，呼召都没有人举手，我要举。是我大概信主的时候，每个礼拜都举手的，反正没有人举我就举了，再信一次了没坏嘛，反正他又有面子，又鼓励其他人举手，真的是这样的。所以神的家我知道怎么服侍，我也是不懂字也好，什么都做，什么都做，开窗啊，上地啦，这什么都做。但是结婚之后，我是在神学院认识凤玲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准备做神父的，我也准备不结婚的，又没有条件，啊，但是我好心，帮助两个男同学追凤玲，因为他们两个人暗恋他，我是好心帮他，我是大哥嘛，那个时候26岁很小，26岁才进神学院的了，啊。这样大哥帮助弟弟了，来追凤玲啊，安排聚会啦，啊 ，barbecue 啦，啊，烤肉会，男男女女一起了，哎呀，顺道帮到几个了，哇，弄到满头大汗，全部都是我做。然后凤玲说：“陈汉熙，你整天照顾别人都不照顾自己的。”我说我有一个信念，就是我照顾别人的时候，就有人照顾我的了。那这个商场是你的，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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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我体验耶稣的十字架，因为那些弟兄觉得是我出卖他，我真的每天都被钉十字架，但是无所谓，主跟我讲，你不用解释的，
你现在体验我的痛，我的痛不，你的痛不超过我的痛。有一天他会明白，时间会证明的。结果真的是时间证明，是他们追不到凤玲，我追到，因为我追凤玲的妈。但是说时间的时候，结了婚之后惨了，不懂得怎么建立家庭的，也不懂得怎么跟女人怎么相处的，完全不真的。每逢当然如果你好我好的时候，他又称赞我又鼓励我的时候，当然我就会哇什么都给了。但是哇，每逢凤玲也有一点点情绪，或是哇要讲感受，我就没有这种反应的。因为老婆讲话，我以为老板开会很用脑的嘞，要解决问题嘞，哇，而且解决了还解决去都没有解决嘞。从他的体态，从他的身体语言，我知道惨了，这次我一定是失败了。哇，这样我啊，加上因为我的母亲是很指责型的，所以母亲欠我的温柔债，突然啊，凤玲，你有点像我母亲。两臂在一起玩，我好像自然失控的。你大声承认是？我没有大声。你想打我？没有。哇！但还好，那个时候都已经知道圣灵会讲话的。两个我也不知道讲什么，真的不知道讲什么的。我们这些出来十多岁出来做工的时候的人，全部都咬紧牙根的，没有什么感受的，感受什么？啊，没有咬紧牙根的，我们病都不需要请假的。啊，凤玲说啊，要不要我请假陪你？不用你去上班。啊，我会的，看医生的。啊，我知道的了，我要看就看的了。所以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他病的时候我也是说，哦，这样啊，好，你好好休息哈。我把两个孩子带出去，你好好休息，我们去玩哈。哇，我病你还带我来出去，完全不了解的。因为我们的头脑跟我们的经验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原生家庭完全不一样。她是小女儿来的，哇，很多宝贝来的。我们这种是给人骂给人鞭来打来做工的。所以是很不了解，还叫妈妈的债要她还的时候，哇，所以在那哇两个人哭。然后她还说，你男人都哭，这样你哭就是我的错了。惨了，哭也不可以，不哭也可以，这样，他讲讲，我就解释，不准讲话。那当年你不是说爱上我长道好的，现在不准讲道。然后我就问圣灵，圣灵怎么样啊？是不是有鬼啊？要不要赶鬼、啊？不是不是，千万不要，千万不要，鬼在那边，哥在笑你们两个啊！不是在谁身上啊？这样我说圣灵啊，怎么做？第一认错了，他认错，他错七成，我错三成，要认错。你先认啊，认错先，哪个不是错的多是比较成熟？你愿意认了三成，明天就会太阳出来了。这样跟着来，哇，这还，其实那件事吵什么，我真的忘记。其实夫妻吵架，大部分都忘记吵什么的，啊，只是那个解读的问题，就是哇，一个是解读你不爱我了，不像以前了；一个说你不尊重我了，啊，这个大件事了，你不尊重我的大件事了。那件事是小事，但是不尊重我是很大件事。那个时候不爱我是很大件事。我当时也忘记是什么事，但是有一样是很深刻，因为我很爱主，也很相信圣经，更相信牧师的话。因为牧师曾经说的，如果呢你是神的旨意结合了，你们从此就会幸福快乐；如果在神的旨意以外呢，你们就每天吵吵闹闹的。惨了，我一定是违背了神的旨意了，又不幸福又不快乐，啊！而且我更痛苦的是，好，我承受，但是问题，听牧师说，每个女人是男人的骨头，我一定是选错了骨头，太强，会顶着那个肺一生一世。更痛苦的是，我选了别人的骨头，
别人又选了别人的骨头，再选了别人的骨头，从此天下大乱，罪过罪过。我真的问圣灵，圣灵说，孩子，不是这样，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命定，神的命定就是要第一，你要顺服神的命令，你顺服神的命令就不会离得开神的命定，神的命令就是爱，现在是考验你要学神守约施慈爱，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学习守约施慈爱， Amen。 今天我说怎么做啊？现在备婚约咯，被那个当年你在结婚谈钱也不是很久的事了，几个月前了嘛，你以为在婚姻谈钱过关啊，考试啊，这个是吵架的时候背的，所以在心里面背咯，我陈汉斯愿意娶你李凤玲为妻，从今以后无论疾病健康安乐困苦富后贫穷，爱你保护你直到终身，我很累啊，坐在床再背一次，我陈汉斯愿意娶你李凤玲为妻，从今然后再背一次，睡着了了，明天太阳出来了了。当然有个结还不会解释的，还不明白的，就是哎呀，有时候读得多神学有点神神化化的了。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女人那么多情绪的，那么多感受的，怪不得孔子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了。你当然这样一审判他，你哪里会爱到小人，你不会爱一个小人的，你明白啊？这样我说圣灵啊，你告诉我是什么事，难道感受大过圣灵吗？难道感受大过真理吗？因为每一次坦白讲，感谢主啊，如果不是圣灵啊，我不是真理啊，我死定了，我现在已经家破人亡了，更不说有孩子啊。因为每一次凤灵一有感受情绪了，我就用真理来，第一是真理给你两刃的利剑来的，很厉害的，我很多的嘛，咻咻咻咻，全部两刃的利剑，哇，他遍体鳞伤，压到他几乎要疯了。后来我们去找辅导啊，感谢主啊，就是因为我们找辅导才知道辅导的力量那么厉害，所以我们两个现在成为资深辅导员。Amen。然后圣灵跟我讲，哇，很妙，真理真的解决一切问题，只是问题要圣灵解释。然后圣灵说，孩子，如果真的真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法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求应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神十条诫命不够就丢多二十条下来，每一块石头丢到每一个头破血流就解决了，就不需要耶稣来30年体验感受人间的感受，感受一个妇女的感受，感受一个孩子的感受，感受一个丈夫的感受，感受一个农夫的感受，感受一个妓女的感受，感受一个税吏的感受，感受一个大罪人的感受，而30年听理解才讲3年道。从那天开始，圣灵说，以后你跟凤灵谈话，先听30分钟，才讲3分钟道，而且听的时候要身同感受，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不是高高在上丢发板，所以这明白了，要身同感受。凤灵也很好，也话说在前头啊。我现在只是讲感受哈，你听就可以了，不需要给答案，你不 don't be too serious， 不要太紧张，不是老板开会啊，你不需要帮我解决问题，就让他讲了，我知道了30分钟了，这样难过哈，把他最句子的好像麦当劳这样，你买汉堡包汽水，重复了最后那两个字咯，哇，这样哇就很好了，哇，原来感受没有对错，只有真假，
只有言语跟行为感受被压抑的时候才有对错。 Amen。 跟我说感受，没有对错，只有挣扎。只要是真，我们就要尊重，要接受，因为他不长出来，你压抑他那个行为跟言语才有对错。 Amen。 而且感受性的交流才是最高层次的交流。为什么我们现在老夫老妻，孩子都可以自己独立了，今天他有飞美国做工了，我们还是那么恩爱可以一起，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好多感受性的交流，所以现在一起可以享受成果。不然的话，刚刚孩子飞走的时候就是你们两个眼对对的时候，本来可以飞的，赚到可以飞的，很可惜你又嘟嘟嘟嘟嘟嘟，他又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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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没有毛，爬出去飞不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请圣灵，叫凤灵可以见证圣灵怎么叫她，可以做一个智慧的女人。这个智慧的女人谁能得到呢？陈汉熙。谢谢。我信主之后真的很感谢神，我觉得他的话使我得释放，让我成为一个真的有方向有目标的人。但是我听到其中每逢牧师如果讲到做妻子要顺服这句话，我好像吞不下去。我最不喜欢听这两个字顺服而且我觉得如果顺服老板顺服其他人还容易，但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所以我常常就问圣灵，圣灵啊，让我知道真正的顺服是怎么样做，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有榜样吗？然后当我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我的祷告，虽然不是立刻给我答案，但是在适当的时候他就教导我，他就让我看见原来圣灵是最顺服的灵我要效法的就是圣灵当我看到真的圣灵跟我说，你看看，虽然是圣灵感动人信主，但是常常他都在高举耶稣基督。当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在旁边一直做感动的工作，然后荣耀归给阿爸天父，荣耀归给耶稣然后他就是在那边是一个安静的灵，温柔的灵。所以其实起初在婚姻里面，常常我就会有一些比较我比你干净，比你整齐，我又比你细心，在很多时候我就会跟他做一个比较，甚至把他跟别的男人比较。但是我后来看见，原来如果我要效法圣灵，第一就是要高举我的丈夫，我要尊荣我的丈夫就算别人称赞他，我就是不会说哎，人家称赞你不知道后面很多 PowerPoint 是我帮你做的，人家称赞你不知道我很多行程很多安排是我帮你做的人家称赞你可能是哇牧师哇你这样很年轻，你不知道是我炖那个炖那个补品给他吃。现在我都觉得没关系，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在背后里面最后呢得尊荣的是丈夫。当然有时候真的受不了了，好像我妈妈一直称赞哇我的女婿真好，我有时候受不了就会说是啦妈妈，因为我智慧所以选他啦，也不是完全是他好啦，我也很厉害啦，会选一个这样的丈夫，偶然我会夸一下自己。但是我觉得尊荣丈夫让人家别人称赞他的时候，我不会再拉他后腿说你不要这样骄傲人家称赞你不过我知道你在家很烂的哦。我不会做这个工作，因为我知道圣灵的工作就是尊荣耶稣基督，就是叫人认识阿爸天父的慈爱，将阿爸天父的慈爱来浇灌在人的身上。另外就是我看到圣灵在我身上常常都是做一个将神的话语很温柔的提醒我。其实在我基督徒的旅程里面，常常都有叛逆，有不听圣灵的声音，也有自己做自己事情的很自我的时候，但是圣灵其实
很多时候在我晚上安静下来，或者睡到梦还没有完全醒的下来的时候，圣灵就很温柔的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但是我就觉得哦，这部分我跟圣灵相差太远了，因为每次我提醒我老公呢都是很大声的，每次我提醒我老公呢都是很重复的，都不是在他心里面准备好的时候才跟他说话。所以自从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到圣灵将神的话语很温柔的去指教我光照我，我也学习圣灵，就是说在我老公真的心里面准备好了，他真的心情最平和的时候才把神的话语来祝福他，用神的话语来告诉他，而不是用我自己的话语来责备他所以就算圣灵责备我们，圣灵还是在等候我们悔改，还是给我们很多的时间跟包容。所以当我看到圣灵也常常把神的话语就是来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除了为崇牧师祷告以外，就是常常求神有一些话语透过我来给他，而不是很以前我是不等候的，有话直说，都是而且那些话语都是不是从天上来的，都是从我肉体来的。但是现在我学习还在学习吼我们吵架的次数其实还是跟那些关系不好的夫妻关系次数还是一样这么多，只是我们和好的时间很快，我们可以八点吵架九点聚会之前我们就好和好。所以我们是看到就是作为一个妻子，若不是有圣灵，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顺服，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妻子。但是自从我等候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来告诉牧师说，哎，我好像有个领受不知道这个事工是不是真的神要你开展的，如果是的话，或者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神感动我叫你去接触的我还是把主权交给他让他来辨别。但是我们很多次就觉得我们夫妻这样合作很多时候有一些事工就是这座圣灵跟我讲比如说他每天录那个灵修电话让1000多人能够听到这个灵修电话，但是我领受，但是我告诉他，他也祷告之后他做的时候，我发觉神原来是使用，不是我一个人也使用他，我们两个人一起兴起一些事工的时候，神就特别的祝福为着我们的同心祷告，每次我们同心祷告神都垂听，事就这样成就。所以我感谢圣灵，感谢上帝，当然我也感谢主，就是教导我成为一个妈妈，就是其实我是一个不会煮饭的妈妈，所以每次买菜我就说，圣灵啊，求你教导我买的又好又新鲜，然后回家煎鱼的时候我说，圣灵啊，教导我不要煎到丑大好不好，圣灵啊，叫我放多少盐，我都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每次孩子跟我讲说，妈妈你怎么学到煮这个菜啊，我说我没有学嘞。那你怎么知道啊，我不知道，求圣灵咯，圣灵啊，多少盐 please 帮我然后如果煮得不好我说没关系，就是在学习听圣灵的声音所以呢无缘无故我在家里面煮起日本餐韩国餐，做自己做盘菜，然后你说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recipe， 我说没有，都是从天上来的。感谢赞美主， Amen。 哎，凤玲，我们一起来祝福弟兄姐妹。好，真的坦白讲凤玲，我也要跟众人面前宣告我第一次见你已经知道你是温柔又聪明的女人，聪明是因为我见到你妈，温柔是每一次我坐在神学院的后面最后一排看着你的背，你的背是比所有女同学都温柔的。选择你是我最选智慧的一个。这些年来我真的看到一个事实，你把聪明奉献给主换的是智慧。真的，我没有你没有今天。感谢赞美主。我们两个呢每逢如果有冲突或者吵了这样坦白讲了，真的心理学家说的好夫妻跟
坏夫妻吵架的次数差不多的，而且内容都差不多的啦，啊，房事问题啦，一个说一个礼拜一次，一个是两个月才一次啦，啊，还有洗碗的问题啦，啊，夫妻啊，娱乐问题，一个喜欢户外，一个喜欢室内，啊，钱怎么用的问题啊，买 iPhone 7还是垫个头发300呢？管教孩子的问题啊，啊，全部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磨合的过程，因为。一加一等于一嘛，二人成为一体哦。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一人输一半哦。所以我们分红包都是这样的了，一个说10块，一个5块，最后8块咯。所以但是我们为什么符合得那么快呢？其中一个就是一方面愿意协调，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恩情仪式的道歉的仪式的。如果完了，我们就说，我做丈夫就说。是了，太太，我爱你不够就是了。对不起，我尊重你不够。啊，这样我们就彼此行个礼就可以的了。Amen。谢天地。我们一起来服侍。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跳到你不爱我，哇，这大件事了。你不尊重我啊，大件事，忘记了过去的恩情。啊，我们过去有一份恩情的嘞，不容易走到今天的嘞。哦，所以想念回过去的恩情，是我爱你不够，是我尊重你不够。我今看你讲，今天我特别想呼召一些一些弟兄、一些朋友，你们在我们中间。其实我人生走过来，我越来越多角色，从单纯的只是人家的妹妹、人家的女儿，慢慢我变成人家的嫂嫂，我变成是。人家的老师，人家的老板，人家的员工，人家的妈妈，人家的太太等等，我觉得这些角色都给我们很多的责任。每一个角色，其实多一个角色多一个责任，其实很不容易过。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只有一个角色你是轻轻松松的，就是你必须要成为神的儿女。当你成为神的儿女，我告诉你。你有这个角色，你就扮演其他所有的角色，你都会做得很好。只有你有这个角色，你抓紧，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有能力去面对每个角色的责任。你最享受的这个角色，你所有的角色有一天都会过去，可能你再不能够成为别人的太太、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儿子，因为有些人会去世，有一些人离开。但是做神的儿女这个角色永远不改变。Amen。所以我这个时候鼓励就是陈牧师一起，我们一起就是来接受。如果有当中有任何人还没有接受到天父的大爱，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是个最好的时刻。对的，你闭上眼睛，让我来代表天父宣告天父爱你，代表耶稣。告诉你，耶稣爱你，他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为你祷告，他的祷告很准的，因为他也做过人，他知道你的情景，他是解救，是情景的解救。我要求主的灵感动你，相信主，因为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做主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感动的时候，等下我带你接受主，你真的要接受，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听到了，现在是时候，是你选择。天父爱你，天父爱你，天父在我里面。在我里面爱你，天父说要借用你双手，好不好？你用双手抱着你自己，你会感受到天父拥抱你是无条件的，因为在耶稣里面的。他看耶稣为你做了代罪羔羊，他不再看你的污秽，再不看你的丑陋，再不看你的羞耻，他看你是很美的，因为你是他创造的。所以过去的 deleted
现在 restart， 接受天父的大爱，拥抱你自己。现在天父说，天父爱你，天父爱你，天父在你里面，在你里面爱你。我知道你的心曾经说，我很怕，我有慢性疾病，我很怕，我怕我将来很孤单，我怕我钱不够用。天父现在对你说，爱你没有惧怕，领受我的爱，我会供应你，我会供养你，我会保护你。你心底渴求的不是情欲，是真爱。我就是爱，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在你里面，在你里面爱你，天父爱你，天父爱你，天父在你里面，在你里面爱你。如果当中有亲戚朋友家人，你来过教会了，或是你今次是第一次来，你听到了看到了，好不好，你也会去经历，只需要是用你的信心说，我愿意接受。因为耶稣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如果圣灵感动你，现在好不好，你跟我祷告，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说主耶稣，开口，主耶稣，弟兄姐妹也陪着他们，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打开我的心门，我打开我的心门，请你的光进来，请你的光进来，驱赶我的黑暗，驱赶我的黑暗，我愿意，我愿意，让你的宝血，让你的宝血洁净我的良心，洁净我的良心，给我有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一个清洁的心，我愿意，我愿意领受圣灵，领受圣灵，求圣灵，求圣灵重生我，重生我，给我赦罪的平安，给我赦罪的平安，超然的喜乐，超然的喜乐，工作的智慧，工作的智慧，我愿意，我愿意弃暗投明，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改邪归正，跟随三一神，跟随三一神，领受三一神的祝福，领受三一神的祝福。好，你不用祷告，我先为你祷告。我先奉耶稣的名宣告你无罪释放。Amen。那些刚才你如果还没有洗礼的，你第一次跟我这样祷告的，你举起你的右手给我看到，我数三声你就举起来，因为我要祝福你，我要命定你的前途。一二三，举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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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看到，我要祝福你了，你举起来，举定，举定，不要，不要放，不要放，我现在要祝福你了。因为你还没有洗礼之前，最重要你是领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重生，耶稣的血已经洁净你了，现在你要领受圣灵的重生。你都听到了，一个赌徒家破人亡的了，领受圣灵的重生，命运改变，现在富贵起来，孩子接管他的生意。这里很多癌症病人或是一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经历到圣灵的重生，圣灵的医治带来今天，鬼也被赶出去。所以
你领受，现在举起手来，举起手来，举起手来。我现在祷告了，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求耶稣的血涂抹你的历史，涂抹你的过犯。我叫你良心清洁，好叫你没有控告，没有亏欠。现在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你因信入耶稣里面，领受圣灵的重生，领受领受领受圣灵给你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的果子，叫你重生做人。我最后求天父的大爱充满你，叫你空虚的地方，那个鬼被赶出去之后，那个空的地方，那些情欲去去之后，那个空的地方，我求父神的大爱充满你，叫你真知道你心底渴求的是真爱。现在我求天父在天上有声音对你说，女儿，你是我的玩珠格格，我爱你，我喜欢你，我接纳你，我会使用你。儿子，你是我的太子，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有前途的。我给你有智慧赚到来养家，我给你能够祝福家庭的同时可以祝福社会。我要你出人头地，我要你做首不做尾，居上不居下，只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我所爱的。我这样求主开你的窍，叫你继续明白神的话就是真理，也领受神的恩典来服侍，好叫你的以后的日子今生得到百倍，来世得到永恒的归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神和你们说阿们。我们鼓掌给主。今天特别想祝福那些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可以的话，站在我的左手边，我想下来特别为你们祝福祷告。如果还没有洗礼的，或者今天你要决志要信耶稣的，请你在我的左手边。但是我也想就是特别祝福那些劳苦担重担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真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劳苦重担，你要接受三一神的祝福，你可以出来右手边，我要为你祝福祷告。我们现在是好，一起站起来，一起站起来。刚才跟我祷告的全部出来这里。凤林牧师跟我要祝福你，跟你握个手，来，欢迎你，欢迎你。现在，洗礼了没有？来，现在鼓掌给他们，鼓掌给他们 ，Yeah， 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我爱你，天父爱你，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有你真好。有你真好，神的家有你真好。今天你加入神的大家庭，有你真好。来来来来，神的家有你真好，祝福你，祝福你。辛苦了，妈妈。那么多年了，孩子都大了。来来来来，来，拉卡拉巴沙卡拉皮，拉卡拉巴沙。那些已经洗礼的，只是需要服侍的站在这里，赶快抓紧时间出来。如果已经洗礼的，如果你在待命，你也可以出来，没有关系，我们的领袖会为你祷告。已经洗礼了的，已经是洗礼了的，再站在这边。傅林牧师，还没有洗礼的在这边，我们为你祷告。如果你需要祷告，你就出来；如果不需要祷告，你就可以退场了。谢谢大家。全部都没有洗礼的洗礼了。林牧师会服侍你，我真的很想为你们祝福，但是我知道你有好多需要，但是真的最重要是领受圣灵，所以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求天父承诺的那个最好东西给你，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你，圣灵充满你，充满你的情感的空的地方。女儿，你受伤我知道，但是我用我自己来补偿你，我用我的爱来补偿你，不要再留恋那个过去。
你失去的我用自己来补偿，就是圣灵补偿你，圣灵补偿你，圣灵补偿你，我求圣灵给你能力起来，哦，给你有力可以服侍家人，哦，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生活，哦，爸爸爸爸爸爸祝福你，圣灵充满你，圣灵充满你，充满充满，圣灵重生你的同时充满你，圣灵重生你的同时充满你，哦，过去的伤痕不要再纪念了，因为主已经用他的爱来填补了，不可挽回的主会挽回，可是不可补偿的主来补偿你，圣灵补偿你，圣灵充满你，圣灵重生你，圣灵充满你，儿子，你需要的不是情，你需要是真爱，你需要不是努力，你需要是智慧，你需要挣扎的领受圣灵的爱，圣灵的智慧。耶稣的名叫你活过来，叫你抬起头来，因为你是天父的儿子，我要你感受到天父的大爱，充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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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你，圣灵充满你的，哦，主会把你分别为圣，哦，将来有一天你会看到你自己，啊，可以在台上一样的带领敬拜，一样的唱圣诗，需要的就是你回应神的爱，奉献给他，奉献给他，主灵会带领你。哦，过去感情的创伤，主的爱抚他们，哦，圣灵保护神的爱抚他们，抚他们，抚他们，哦，圣灵抚他，充满他，充满他，他有智慧，哦，给他更大的智慧，哦，被你使用，成为教会的榜样，成为神家里面的人的祝福，哦，祝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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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家庭更温暖。想不到数我是自己藏在你里面，而我得到我的天赋，我是你的爱子。